的沙，秒杀他。我本来要讲，可是我看你好像在做表情啊。欸，我不说你不说。我知道你啊，别人嘛。耶耶耶！听说你上你是鸡鸡嘛？不要对我鸡鸡，小鸡鸡，我中路小演员。OK OK OK OK。鸡不能讲两个字，你就叫小鸡。小鸡，不要叫小鸡，你叫小圆。小圆不行吗？不能叫小圆，为什么不能叫小圆？为什么？因为我以前有个节目，我就叫小圆。你现在在干什么？你去哎。HQ 现在在真人呢，所以我就要来。跟我抢位置哦！我不是跟你抢位置，你不是一个你的位置。OK， 中路，我中路啊！哎呦，试一试！哇塞，试一试！哎呦，这个是前路，你是上路，上路，上路，我也是上路，上路，上路是。它有分成上路、中路、下路、左路、右路，差不多。但是我跟你讲，我们明明只有五个石头，它要按六。你看你怎么分配一个键盘有五个，然后你要这样，不是有六个，然后你用五个指头去哦，因为手很容易去K到，你知道吗？它跟电视台的导播有点像，导播常常 take 所以我今天到 AHQ， 我是希望我能够选上顶尖选手。大家看我这样就知道，我放弃了高中的学业，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我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立足。哦，我今年17岁，其实我进电竞17岁已经太晚了，应该13岁就要进。可是，我觉得电竞这条路，如果现在名额只有一个，你会是我最大的对手。哇塞，你居然把我当成你的对手，你真的好好。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讲基金什么？你说太长了，我们差不多就走了。太长了，没有什么太长太长。不给年轻人说话机会吗？不给吗？啊？那对不起年轻人。哦，可以走了，可以走了，走了。老板好。哎，老板好。老板好。你们两个。我们两个就是。想要加入哦，今天来报道的训练生，对，OK， 坐，谢老板，哦，老板人真的很好，对，我们很少去老板的办公室可以坐了，为什么？通常都在门口跪一天，没那么夸张吧？我们只是想说知道一下，就是说要当一个电竞选手，大概有什么样的条件？对，当一个电竞选手的话，大概从16、17岁。16、17岁，对，就开始。哦，因为那时候反射神经是最快的。最快的时候，但是我有点，我知道17岁零两个月这样可以吗？是40年前了。对。啊，就发现了。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谢老板，我就听说啊，你是很有佛系的谢老板。过誉了，过誉。对，因为很多选手啊，你刚刚讲到了24、25岁以后就退休了嘛。会养他们养到老。对，你有一个退休机制，就是你会帮他们弄。弄一个那个香肠摊子，因为我们有赞助商嘛，所以他可能会跟赞助商协议说，香肠也有赞助商吗？没有香肠，没有。我们跟他们协商说，是不是如果有空缺，然后刚好选手是可以到这些单位服务的。哦，对，其实都可以学员服务。哦，不错，那我们其实有找到后面的出路。错哎。好，那今天要谢谢老板，谢老板，谢老板，欢迎他。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please. Hello, 我是谢，我是谢。啊，荷兰的谢的。啊，我是不是皮切？No, 是他还是鱼哥 ？Shut up. I am shit. 720p. 谢天宇。啊，720p. Yeah. 我朋友传给我的片，你都720p， 画质不是太好，真的。我跟你讲，要做 HD 啊。I come today. I can't up today come.I come today. I wanna change team. My team. 你不是别队的吗 ？I wanna join AHQ. 啊？哦 ，You wanna join AHQ? You like? 你大哥，你向前要来吗？你向前要来吗 ？No. No. I'm shit. You're shit. 小板是可否？
可否什么了？什么东西？让我加入 AHQ AHQ 团队。不行，因为我后来就是上网 Google 了一下，AHQ 现在是目前第一名的战队，最强。而且没有了，没有。大哥，你怎么出现你战队了？我不是你的大哥啦！还蛮像。可以下笑。可我让你跟大哥加入你的战队。可是我们这一次的训练生计划只会录取一个名。啊It's me。好，我跟你讲，这样子。既然今天这个比赛呢，这么样的白热化，这么样的恐怖，才能够当选一个选手，困难。这样子，李大哥，我祝福你。几哥，我也祝福你。我先走，我希望你们考不完成你的香肠摊怎么办？其实我已经有开了香肠摊。谢老板，我跟你讲，真的不用再甄选他，因为黄金时期是17岁到22，他过三倍了，他玩电都死掉，他还会过一分钟才反应他。我死了！我跟你讲，就冲你这句话，我本来想让先哦，我签证当然不让了。OK 啊 ，OK 来呀、啊，来呀、啊，来这边。老鼠在这边，但是问题是他这边有按键啊，按压这边，到底是不是让手速要够？签的手速要过快啊！不是这样嘛？对呀、啊，而且玩那个 ET， 你知道吗？对呀、啊，手速要多快？怎么？今天听说第一名就是可以获选为实习生之外，还有什么？送电锅？送电锅？有这回事吗？哎、欸，我们大同电锅嘞！我一定要赢，因为我家最近就是电锅烧坏了。可以了。我全部烧了，我失业了，我这边要电锅会死吗？好。啊？真的、欸？真的有电锅？这是我上次得来的电锅吗？我还想说你给我放烂不送我了。真的有电锅？陈百祥说到做到。没有，他改规则了，冠军才有。有电锅，有电锅。勉强了，那我就赌。虾菇有虾菇，像刚刚用电锅煮给我吃。好啦，我跟你讲，谢老板，今天麻烦你，我们今天是要找一些人训练。每个人会有指派一位师傅来训练，就对了。我跟你讲，听说你要训练师体。真的有于天大哥，没关系，讲这件事情，拜托你大哥，真的不好听啊，不好不好，我不是说像于天大哥不好，是，就对了对了，想出来了想出来了，走啊走，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祝你们顺利。今天就是实现我们理想的时候，来，好不好？加油！老板娘，教练 ，coach， 没有 coach 呢？啊，我也是 coach，coach。Yeah，chief in the house， yeah。谢谢哥，我希望你今天拿出你的本事来。Yes，no problem。哎，谢老板呢？谢老板，我们要先要 cue 教练绿茶。教练绿茶，我知道他。我讲了，是绿茶，就不是红茶 ，OK？OK。欢迎绿茶耶！
我们训练的时间三十分钟，然后正式比赛的时候呢，到时候你们三组呢猜拳选出一个种子，然后两个人先打。因为我们是要激励师傅很努力的把徒弟教好，所以我们今天是师徒连坐制。等一下呢，对打的时候这个帽子大家很熟悉的，我知道，就是拔嘛，输了就拔一个。哎、欸，太准了吧，这也太准了吧。然后 PK 的时候呢，中路队长对不对？人头掉一颗就拔一个，洗一次就拔一个，洗一次就拔一个，然后师傅跟徒弟都是，然后没有四个。我觉得应该这样，因为师傅要负责，所以你要打的时候应该是师徒一起。我不要靠师傅，但是我需要师傅在我旁边，我才能感知到师傅对我的谆谆教诲，我才会忘记。哎呦，原来是一个电竞选手，我也好好的努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对呀、啊，非常好。所以师徒联手之后，我觉得这种的。Della belletta quanto a riposo开始啦！来，我是上面那只啊，蛮王，然后雨天是红北达人，比你个头啦！哎、欸、哎、欸，不公平！我先跟一开始不一样，换边了，换边我没感觉，感觉有，我买到了，我有买到吗？哎、欸，如果零比零的话，就是两边各拔五只哦。欸、他已经出来耶！对啊对啊，他七早八早都出来耶，好妙！今天不敢上。他想要丢礼貌，丢啊丢啊丢我啊笨蛋，丢啊丢啊，你怎么不丢我？回去打你的格斗天王啦！想吃难受，你是不是男子啊 ？I'm CC girl， yeah！ 你个臭娘们！哎呦！来呀、啊、来呀、啊、，baby！ 乌龟，缩头乌龟，你是不是娘炮啊？快点啊，乌龟！我让你半血，我半血再给你打。一根。他来。怎么都没人了，林伯正给我出来，快点！我没等他到，回家了。等他到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倒数四十秒。我快快走，快走。爸爸爸
维持多久？一分钟。是啊。第二个地方就。哎、欸，我不适应右边过来啊！我刚刚也是啊。哎、欸，我觉得很危险啊 ，K， 我们不要再争斗。哎、欸，我觉得左边的手有点抽筋。是可以跳舞，是。我现在没有时间跳舞啊！你可以跳一下舞。对，就是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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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要战斗了。战斗就往后面站一下。你要往前跟他，不是不是，你如果不想输，还可以就去站在那个塔旁边，你这辈子都不会输啊。他现在塔下，你真的没辙，他没辙。你觉得我会在乎吗？你觉得我没有我的塔可以去保护吗？大哥，你跳个战舞啦，快点，你跳个战舞啦，趁现在。扛错加一二三四就可以了。扛错怎么弄？扛错在这个，扛错在这个，这个，然后两个起来。一二三四，好一点就跳舞。他在塔下没关系，对你这样可以跟他聊天。对，欸、你马上都忘记你要把六分钟。哎、欸，不是啊，是他不出来，不是我不出去啊。前面四分钟不要急，各位倒数六分钟。我们的钻石宝塔好杀的好准。快点快点出去好不好？你刚刚跪在那啦。哎、欸，你到底懂什么？我的手哎、欸。手怎样？手他过来我就刀杀了。太厉害了。我跟你讲，我林宇太阳拔六根了，哎、欸，白痴啊、喔，哎、欸，那算财产呐、啊，算财产呐、啊。现在讲的有点大。对啊，不然呢、欸？还有这样子的、喔，算这些因素，算等级我觉得蛮合理的。平手的时候平等级跟谁？算吃心了。快点，快点，快点。我记得你不要杀他，你不要杀他，你现在杀他真的很残忍，你现在杀他真的太残忍了，你现在杀他真的太，想清楚，现在杀他真的太残忍了。很残忍，不要留下留下一条活命，大人。哎、欸，好、啊，活该啦，死掉啦，接逃啦，来来来，收东西吧，先把来哥的，到底跳滚啊我！我知道真的不会出事，不行不行，我中，我不要啊！哦，我跟你讲啦，我就是从右边出来，我不会。我跟你讲，你这次再怎么叫，我都不会出城。但我会顾在我塔里面啊，不出来，你就是不出来。如果你走到这么一大，我就是不会出去，我就是不会出去。在那边诱惑你不会压兵的吗？拜拜，回家睡觉。回家睡觉。爸爸你好了。哎。来来来，还是有机会，安平有机会，嘉宾的，再来丢打了，还跟丢打了，真的，可以可以，哇，我杀了，对，被杀了，三，四比零，我一下杀了他，我杀了他，对不对？这个吗？差一半，来来来，老师你拔一根，应该不会有吧？哎，有人教真的很，有点可惜啊，我觉得西门教的其实很好。我觉得是问题出在我的你不用觉悟，就是这样。没关系啊，三十、二九、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二七。等一下，你让他出来，你让他出来，你让他出来压哨球，你让他出来。正面冲突要不要？台哥，正面冲突啦！正面来啊！来啊！哇！是啦，我已经暴走啦，四颗头停来啦！比赛结束，比赛结束！等等，等等等 ，Go！ 各位各位，那最后一次呢？台哥跟西门老师丢人头的那个要各拔一根，我们就请 Key 的拔拔。好，来，来三，这个，一、二、三。我们虽然技术不怎么样，但是我就是有永远。哇！我哎、欸，我就要来赌一个，如果台哥拔到剩一根都死，今天就算台哥。好，来来来，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不要。哎、欸，你没玩电动，没赢，然后哎、欸，这电动我超想要的，我现在让你赢。等一下，那我跟你讲，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位大哥，大哥，大哥，我先讲一个公道话，你凭什么跟人家讨价还价？你输了。哎 ，I'm winner， 我现在是拿着100万现金在这边要等着走轿车了。然后我现在考虑说，你要不要拿走这100万？那你现在就轿车先走。你不赌的嘞？
不赌就颁奖了。是啊，你的师傅是谁？对，金门吹雪，一早就蒙羞了。他这辈子玩电脑，不赌就蒙羞了。就为了这个，来，什么戴安全帽？来，你带着我来吧，我也知道在哪里。不是不是，你明白是你吧？来，我自己来，来，三根。没有，谁要？还有几根？还有两根。只要抬杆过了就赢了，不用大了。好，来。来，来，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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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洛，等一下，为了公平起见，我看都没有，你们骗我。选到了一个全台湾排名第9的快打旋风的选手，本来是赢面最高的，就却是这种下场，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感想吗？没有用腰跑慢。Kid 他就算是，因为他还蛮年轻的，所以你猜 Kid 今年几岁？33吗？台哥虽然年纪跟我爸差不多，但他学得很认真，因为自己平常有在跟我爸看他玩，然后跟他一起玩，就是对这种感觉还蛮喜欢的。所以台哥的聪明才智一定当职业选手是没问题的。在这么多跟你请教过 OL 的人当中，台哥算排第几？说老实，说老实的话，应该是我觉得认真程度来说是前几名。真的吗？嗯。好，我们知道西门是一个会说场面话的人。OK， 西门，谢谢你，谢谢，辛苦了。